亲爱的，好久没有拍市场美食啦。我们现在在这边新北最美的菜市场，这边是林口的公有市场，这是整栋的建筑物啊，不管是里面或者是外面，整栋呢它都是绿建筑设计，而且还搭配木头色调哦。对，听说啦，它里面啊结合很多智慧化跟科技化为目标，串联了很多当地的元素。哎，我们一起去逛逛吧。Go！ 我们进来啦。我第一眼进来觉得超级干净的，哎，没有冷气耶，呜！又有一阵子没来逛市场，哎，我觉得里面有一种超级市场的感觉。哎，真的有冷气耶，好棒啊！你今天打算要买什么？今天晚餐要煮什么啊？不知道，哎，先看了再说。他这边应该花蛮多时间在整理的，招牌啊什么也都很整齐耶。对啊，这里有这个文华烧鸡。我想要吃红烧肉，我看到红烧肉。要买吗？那你要吃瘦的还是五花的？我要吃五花的。五花的，没有了，剩下瘦的。剩下瘦的。没关系，那么胖吃瘦的。买100块。老板，你生意很好哎，快卖完了。差不多了啦，这个都是限时的。你们招牌是什么？就这个。就哦，红烧肉。看到红烧肉，看着就超好吃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从来没有自己煮过红烧肉，因为我觉得很麻烦。老板，买完红烧肉，下一个要买什么？我这边还有卖小鲜肉水饺，我喜欢小鲜肉。这个是卖水饺，卖水饺。哎，它是自己包的，现包的。对啊，很多水饺现在都是冷冻的，可是都是现包。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看起来很干净。对，我这边有卖火锅料，帮买一下火锅料好了。晚上吃火锅吗？吃火锅。老板，你们招牌是什么？都好吃，都好吃，什么卖最好？我们火锅料最好啊！啊，豆干是手工豆干哦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豆干很受欢迎哦。这个是五常买的那种哎，我要这个、啊。那是盐味豆干。对啊，哦、那这是五香的嘛？对，完蛋了啦，我钱都不够。全部都要，我钱应该够了。隔壁有银行啊？隔壁有银行，那里有来可以刷。全部都可以用 Line Pay， 全部都有，都可以。这个菜市场很科技耶。对啊，它有 Line Pay 哎。哎，你会不会挑太久了？我们不是说好只买一点点？不是啊，因为它很多，你就会很犹豫啊。那真的种类卖蛮多的。对啊，而且你就可以选你自己够的数量就好。你去外面买那一整盒，我不一定吃得完，吃我够的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老板他都放在冰箱里面，这样子其实食物啊保存就更不会坏掉。很棒哎，你要用 Line Pay 吗？对 ，Line Pay， Line Pay 在那边。好，太棒了，可以用 Line Pay， 以后都不用带钱呢，赞呢。找一下，师傅，老板有没有收到钱？收到的，有收到。要关一个礼拜。没有。很快，马上就收到了呢。三秒就到了。老板，谢谢。哎，你刚才是用 Line Pay 付钱，超级方便的。而且老板刚刚跟我说，你说用 Line Pay 之外，你用接口也可以，台湾 Pay 也可以，有各种多种多样化的支付功能。在疫情期间啊，我觉得不拿现金真的是比较安全的。现在还可以线上买，对不对？还有自己的 LINE 的官方账号“林口熊站市场买菜”，你只要加入，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挑选，手机呢就可以下单，东西非常的多。对，选择很方便啦，而且也不用到现场。龙仔肉铺，哎，这家看起来也很干净。对，我们买个里脊肉，我们来做一个猪排。老板，我要里脊肉，然后帮我切片就好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大概要几片呢？大概10片好了，谢谢。这个厚度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这样早餐吃也可以，就煎一煎就好。我很喜欢它这边的环境，它后面也有冰箱。而且你进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菜市场就是不会有那个臭臭的味道，很干净。老板娘，你已经买一袋了，不要买太多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有 Line Pay， 就配下去就好了。你刚才是用我的在配。我们家有最喜欢吃这种红椒了。他喜欢吃椒类。他真的是跟别的小朋友都不一样。人家不爱吃，他都喜欢吃。还有推车，太棒了吧！真的是蛮好买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去附近逛一下。他们其实附近有蛮多小吃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打算来吃一下小小的美食啦。
我们刚逛完公有市场，它外面啊，其实啊还有很多一些小店在卖东西。那先蔡玲，我找了一些美食要来吃。我们打算先去吃个小吃，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，就是要去王美冰店啦，哈哈，就在旁边呢。这一家就是卖卤肉饭，我跟你说，我最喜欢早上吃卤肉饭，因为一整天可以吃一整碗，太棒了。而且在市场里面吃卤肉饭超幸福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能在这边附近吃到卤肉饭，就是做一个菜市场完美的结尾。好啦，我来吃卤肉饭。这一家呢是海口菜，它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卤霸粉哦，生意很好哎，每一桌都有人大客。而且它卤饭看起来很好吃哎，它是有肥肉的那一种，它的饭看起来就是台湾。天哪，世界上最香的味道，卤肉饭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是喜欢吃稍微肥肉多一点的卤肉饭，他们家你一定会非常爱，因为它的那个油脂很香，然后它的肥肉也稍微多一点点，所以它到你嘴巴里逐渐。Tell me should I know that you believe in me so painfully. 吃饱了，好吃对不对？好吃，超好吃。对，这间卤肉饭很推荐。接着要去我们今天也蛮期待的一间店，王美冰店吗？没错，它算是王美冰店。然后因为它是在菜市场的斜对面，所以呢，它会在菜市场打烊之后它才会开门。它开店时间是12:30，我们要趁现在赶快进去。这间店叫做那间卖冰的咖啡店，这边居然是市场的正对面。对啊，你看是不是？完全就不一样，地方别有洞天哎。可是其实对面的市场也很美啊。外面其实就是很热闹，可是一进来又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很特别。你今天要吃什么？韩式雪冰，我要来点一个冰。我真的无法想象，你刚才是在逛市场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立刻跳一下就到王美金店，而且就在对面而已。对呀、啊，大家菜市场买完菜就出来吃个雪花冰。其实这次非常谢谢林口区公所的邀请啊，让我们能够拍这支影片。这次来逛林口公有市场，我自己真的觉得它跟一般的市场已经有很大的不同。它有把市场的缺点都在做改善，让你这样逛整个市场起来啊，都不是只有逛菜市场，你还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，可以吃冰啊、拍照啊、美食啊，真的很不错哎。没错，我们来吃一下我的草莓冰吧。哇、哦，又看到这个雪花，跟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雪花有点不一样哎。那雪花好像比较有颗粒感。对啊，它雪花冰应该是真的牛奶，就是很单纯，就感觉吃起来就是鲜奶。对，一般的雪花冰感觉都是有点甜甜的，它比较不会的。它吃起来在你嘴巴融化之后，像一口鲜奶在嘴巴里的感觉。你真的很不错哎。对啊，而且还有这个也是整块的 cream cheese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个人真的是非常推荐啊，大家可以多来逛逛林口的公有市场。没错，这边呢、啊、跟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。而且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开过来，然后边逛附近的市井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在林口买房子也很不错。不要再买了，到哪里都想买房子。不是，因为这边市容真的很美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5:00都会发布影片哦。最重要的是，加入社团，追踪 IG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Set my world on